庞大区域的经济发展，不但庄和谐，而且还进行仓储和处理加工服务。安特卫普是一个功能齐全，并且能给它的客户和周边环境带来增值的港口。 安特卫普拥有管道、近海运输、内河运输、公路和铁路运输各种不同的运输方式和非常全面的物流服务。安特卫普，货物的伙伴。 一个位于欧洲心脏的港口，它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和最值得信赖的员工，一个机遇的交响曲。这个港口是存在的，就是安特卫普，一个领导趋势的港口。 安特卫普成为世界上装卸效率最高的港口之一的方程。但是安特卫普还有更多，一个世界著名的化工中心，一个处于欧洲心脏的充满活力的工业中心。